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81页第四行看起啊，诸大臣者，这一句话了非常重要。《法华经》譬喻品曰：若有众生从佛世尊闻法信受，勤修精进，求一切智，佛智、自然智、无私智、如来之见，离无所谓，明念安乐无量众生，利益天人，度脱一切，是名大乘。净宗是大乘，凡是大乘教，中国从后汉佛教传到中国，早年大小乘经典全到中国来了，可以说全来了。这一桩事情意思很深，我们要能体会到世尊当年在世讲经的时候没有记录，佛也没有写过一本书，经典怎么来的这大家都知道。佛灭度之后有阿难尊者，阿难天分高，记忆力强，一生当中听一遍呢，他一辈子不会忘记，出这么一个人才。所以集结经藏，大家就推选阿难尊者，把世尊所说的重复讲一遍，由500位阿罗汉作证，当时在座听经的500位阿罗汉，有一个阿罗汉有问题，阿难这一句好像我没听说过，那么这就得删掉，不能流传于后世，
必须阿难所说的五百位阿罗汉个个点头同意，才能把它写出来，取信于后世。阿难集结的时候，记录是用梵文记录的，梵文是拼音文字。现在我们知道，拼音文字传世的时间有限，不可能超过300年。啊，现在的语言变得很快，差不多200年，语言就变了。啊，变了的时候，现在写出来的东西，也就是说，200年以后的人看不懂。啊，所以传到中国来，完全翻译成中国汉字文言文。翻译佛经的这个题材，文学里面称为变文，变化的变，文章的文，称变文。啊，换一句话说，就是当时的白话文，也就是说，用最浅显的文字来翻经，同时还要顾虑这个经呢传到后世，意思不会变，后人还能看得懂，这在当时是个难题。啊，这些翻经的大德们做到了，我们要感恩佩服。 确确实实是用中国汉字文言文写的，写得很浅，不会误传。面面呢都顾到了。在今天我们读经看到经典的这个翻译文字，于是对我们在现前这个社会，我们对于中国汉字文言文的看法就又深刻一层。我们不能不佩服祖宗留下来的瑰宝啊！只有中国独有啊，全世界没有第二家。现在中文翻译的大藏经，就是完整的大藏经。重要的典籍全都过来了。这是诸佛菩萨声闻缘觉他们才能做到啊！真是智慧，真是慈悲啊！把世尊这些教诲传下来了，而且永远不会改变，能够穿越几千年，往后还有几千年，佛的法运在这个世界是12000年，唯有中国汉字文言文可以能办得到，让12000年以后的人都能看懂。所以我们对于汉字文言文要重视。老祖宗古圣
先贤对后代的子孙最大的恩德，就是这个发明，中国文字的发明。我们认识的越深，感恩的心就越重。啊，会起作用。爱这个文字，爱这个传统，爱这个国家民族，我们要尽一份责任，把它接收过来，发扬光大，再传递下去。啊，这是中华儿女子孙才真正对得起祖宗，对得起人类。这个人就叫诸大成者。大成是菩萨了，啊，《法华经》里面说得好，什么叫大乘？他只能简单几句话就说清楚了。啊，若有众生从佛世尊闻法信受，这提出两个条件：佛给我们所说的一切法，今天流传下来这些翻成中文的一切经典，无论大乘小乘，你听到了，你读到了，头一个要信，没有怀疑。第二个呢，要受，受是你接受，啊，是沉船，祖宗东西到我们手上，我们的接受，我们要落实。把教诲啊要落实到生活，才有受用啊！啊，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学佛？为什么要学中国传统文化？答案很简单，就在经典的最重要的部分显示出来。啊，为什么学传统文化？《论语》第一句就解答了。孔子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你要不要？不亦说乎，就快乐啊！这是很快乐的事情啊！你要不要？要不要快快乐的在这个世间过这一辈子？佛法讲的法喜充满啊，为什么快乐？它能带给你一生幸福快乐。我们要不要？要。方老师65年前，我跟他学哲学，他把佛法介绍给我，也有这么一句话的味道。啊，他介绍给我，他说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跟他学哲学，我不是跟他学佛学。我们那时候以为佛学的宗教排斥啊，所以他告诉我，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大的哲学家，身份搞清楚，不是迷信。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告诉我。第三句，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诸位想想，这一句跟夫子
虚而实习之不亦乐乎，是不是一个意思？那我要想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当然想啊，那就得学啊，就这么回事情啊。要用佛经上释迦牟尼佛说清楚了，释迦牟尼佛没有放在第一句，放在末后一句，最后面去，最后一句是说一切经最后用什么来收尾？皆大欢喜，作离而去。你看，皆大欢喜啊，跟父子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一个鼻孔出气啊！啊，跟方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这要不要？要啊！啊，不仅如此，你越想就越需要。为什么？个人的一生得到幸福啊，得到最高的享受。家庭，你在家庭落实在家庭，你这个一个人一生快快乐乐，一天到晚笑脸迎人，你一家幸福快乐啊，家和万事兴啊。那你看带给你家的好处，自己得到好处，家庭得到好处啊，和睦。快乐啊，带给社会，我们一层来说带给工作是顺利。无论你从事哪个行业，一帆风顺。为什么？快乐带来的啊，你没有忧虑，你没有烦恼啊，烦恼忧虑带给你很多问题，你没有，一生快乐幸福啊，所以你的事业就一定顺利，社会安定和谐，国家富强，天下太平，就为这个啊，为了这个我们才学学中国传统文化，才学大乘佛法。大乘佛法保证能帮助我们得到圆满，叫我们感到满意啊！所以中国传统文化跟大乘佛法，这是汤恩比举出来的啊。他在70年代往生的前两三年，全部精神都在宣扬孔孟学说大乘佛法。他说得好，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就我们今天遭遇到的问题，只有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啊。所以英国这2年学校里面，从小学、中学、大学都要学中文，把中文放在第一外国语，所有人都要学。前几天我看到一个信息，报道的是，不但是把中文放在学校里的做主要科目来教学，又看到一篇佛教，也把佛教列入正式的学科。我们想这都可能都是受到汤阿弥的影响。啊，这是一代历史哲学家，
特别是学研究文化史啊，他告诉我们，根据他的研究，地球上有史以来曾经发生过20多种文化啊，也就是文明，20多种啊，但是它没有宗教做基础，所以不出200-300年就没有了，就消失了。啊，消失到今天，大家晓得的，古文明有4个，其他3个也没有了，现在只剩下中国。啊，这是唐文明说的，文明从哪里来的？从宗教来的。人类的历史先有宗教，从宗教延伸出文明。没有宗教做基础的文明都不能长久。啊，那么中国这个文化能够到今天。啊，唯一的存在的文明。什么原因我们明白了，它有根啊，它有宗教，这个宗教就是儒释道啊，中国人讲的是三教九流，九流是学派啊，宗教是什么意思一定要讲清楚啊，不是迷信，迷信的宗教传承也不会长久啊，都必须要有哲学做基础啊，宗教这两个字，中文的意思。第一个，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我们看看儒释道是不是主要教育，是啊，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把宗教的定义搞清楚，宗教里头没有迷信的啊，中国文字的含义很深啊，很广啊。啊，宗是主要的、重要的、遵从的，教是教育、教学、教化，这两个字连起来。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这怎么会有错呢？啊，汤恩比这句话说得很重啊，没有宗教做基础的，做根本的这个文明，时间不长，200-300年就没有了。啊，这个老人搞传统文化搞了一辈子，得出的一些结论我们要重视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学校里读书也受老师的影响，宗教就是迷信，提到宗教马上跟迷信就挂钩啊，就不愿意去碰它。我到26岁，没碰宗教，不相信宗教啊，跟方老师学哲学，
方老师把佛经哲学作为一个单元，来教我啊，我学了之后才搞明白搞清楚啊。老师又介绍我读经，叫我读华严经，看清凉大师的书抄，李同玄长者的合论苏超是教，李同玄的合论是禅，啊，宗门教下，把大乘佛教的精神全概括了。啊，华严分量很大，在中国三次翻译，东晋翻译60卷，我们一般称60华严，唐朝翻译的90卷，啊，这个80卷，啊，贞元年间，乌图国王对中国朝贡。啊，就是给皇帝送礼，里头有一套40华严，就是《华严经》最后的一篇《普贤菩萨行愿品》，这一篇是完整的，非常难得。啊，53参就在这一篇里头，啊，非常完整。啊，这中国人有福报啊。啊，那么40跟80合起来，除掉重复的一部分，重复有20卷，总共99卷。啊，这是现在华严最完整的本子，梵文的原本已经没有了，失传了。啊，纵然有，我们也只有当作典籍来做纪念，没有人能看得懂。要看，完全要看中文注解。那么从这个地方，让我们体会到另一桩大事，那就是在这个地球上，无论中国外国，古圣先贤是没有界限的。文化没有界限的，啊，好东西应当流传给后世，通通要用中国汉字文言文来翻译，它才能保全。这个重要啊！汉字文言文学习不难，啊，早年我在台中，李老师教给我们。古文，用古文观止教我们熟读50篇，啊，最好能背下来，你就有能力读文言文；能够熟读100篇，你就能写文言文。老师鼓励我们呢，啊，我们那个班上还有几个年轻的学生。大概有10个人，啊，年龄比我小很多的。我跟李老师的时候是31、32岁，啊，还有20几岁的同学。老师劝导他们，啊，所以文言不难。啊，该背诵的15岁以前都让他背过，啊，是在中国古时候读书人背书目的不是在背诵，
这个要知道，背诵是附带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叫他修定呢，把妄想念掉，把念头杂念念掉，把分别执着念掉。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把清净心念出来，那就开悟啊！所以，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开悟。开悟了之后，这个文字里头的意思你都知道，你就能讲出来了。就古时候的老师不讲书的。要为学生讲书的，人家不请这个老师。老师有什么本事呢？老师把学生个个引诱到开悟。小悟、大悟、大大悟，叫好老师。用什么方法？用戒定慧。所以佛教这个方法传到中国来之后，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都用这个方法，就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每天读一样的东西，读遍数。像《无量寿经》，一天念十遍。可以啊。十遍的时候，如果初念，一遍大概两个小时。十遍要20个小时，就算念10小时吧，念5遍，念上个半年，念熟了，几乎能背诵了，念一遍半个小时，1个小时念2遍。以后就可以长远保持，每天早晨把它念20遍。10个小时，当作早课。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是不是真的？真的。胡晓林居士上一次到我这儿来告诉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是真的，不是假的。他这个6年读大乘起信论，大乘起信论的分量跟我们这个无量寿经差不多，不太多。他读了3000遍，这个6年3000多遍。他说1000遍念下来之后，他意思都懂。2000遍念下去之后，深入了，他能够体会的深度了，讲得更深，讲得更广。现在到我这个地方，我请他讲一遍，我们把他录音录下来了，是3000遍。告诉我，古圣先贤的话，真话不是假话，他没有老师，找谁印证呢？就老师是印证，找不到老师印证，找古人，他找偶业大师。偶业大师有一部注解《大乘起信论列王疏》，偶业大师写的，他就用他做印证，他悟的跟偶业大师讲的是不是一样的？
量的。啊，所以老师是给我们做印证，不是讲给我们听，讲给我们听的是我们从他那儿得来的，是他的东西，自己悟出来的是自己的东西，是自信里面的大乘起信论，不是别人讲的。啊，这个老师的时候给我做印证，讲的没错。所以经论没有意思，一定要知道，所以不要求解。是起作用的时候无量意，字字句句都是无量意，这叫真开悟了。啊，有一切无，一经通了，步步经都通了。啊，一不论明了了。不论千论万论全明了了，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教育的理念、方法、目标，跟今人不相同。啊，外国人没有老师可不行，通通跟老师学。啊，希望你在老师这个地方的时候，慢慢你有更深的东西，啊，超过老师的有很多。啊，那是什么？学科学，学科学用那个心。啊，东方是心性之学，用那个不行，东方一定要开悟。啊，一千遍小悟，两千遍。大悟，三千遍说不定大彻大悟。这个道理我们要懂，事实我们要明白。啊，古圣先贤的都是这个。你要是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之后了，然后我们看孔子。啊，孔子就是在《易习辞》里头所说的，跟佛在《大乘经》上所说的，是不是同一个境界？同啊！那再看道家，啊，庄子能够说出来。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是大乘佛法啊！整个宇宙是一体啊。儒也讲，佛也讲，道也讲，他们没见过面。释迦牟尼佛没到中国来过，孔老夫子也没到印度去游历。啊，居然说出一样的话，一样的理念，一样的见解，这是什么？悟啊，大彻大悟啊！啊，在印大彻大悟的人，在印度称他做佛陀，在中国称为圣人。释迦如果生在中国，中国人称他圣人；孔子生在印度，印度人称他佛陀。名称不一样，他们同一个境界。啊，你再仔细观察其他宗教。啊，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居然能讲出一部古兰经。古兰经是他讲，别人给他记录。所以这通通是大彻大悟。大彻大悟，人人都有这个机会啊！啊，为什么？那是自信本能呢、啊？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第三句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智慧是自信本自具足的，德能是本自具足的，
神通也是本自具足，没有一样不是本自具足。所以开发自性，外头没有东西，心外无法，法外无心的。啊，大乘法完全是开发自性的，小乘法里头佛有教训，有教诲，啊，几乎都是世间法。啊，到出世间法，佛一定叫你悟，叫你开悟。啊，这是给我教我们真实的，不是虚妄的。啊，用中国的东西学西方没问题，用西方的东西学中国学不到。啊，西方没离开阿赖耶，大乘决定是转阿赖耶成大圆净智，转八识成四智，不相同。啊，所以助大乘者这四个字重要。助大乘者这个人叫菩萨根性。啊，他有这个心，这个心不是自私自利，这个心是利益众生。啊，像庄子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是助大乘者。啊，他不是佛，说出这四句话来，虽不是佛，也是化身菩萨。在佛教里称化身菩萨。啊，为什么？化身菩萨的境界跟佛经上这一句诸大乘者无二无别。那么学佛的人是听佛、读经、听经，能信、能接受，能把所听的落实到自己的生活。啊，从哪里开始？从三规五戒、十善业道，学了就得要干了。啊，大乘经教里面把心量脱开了，学诸佛菩萨，为一切众生认真勤修精进。勤修戒定慧，开发自性里面智慧功德。自性本具无量智慧无量功德，用这个智慧功德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把佛的教诲、佛教化众生接受过来，啊，我们把它发扬光大，令一切众生都得佛化的利益，像佛一样普度众生，这就对了。所以要求一切智，佛智，佛是圆满的智慧。自然智，不是别人教你；无私智，没有老师教你，开悟的。啊，这就是大悟、小悟、大悟、彻悟。啊，这都是属于一切智、佛智、自然智、无私智。慧能大师开悟。到黄梅去求印证，
啊，在黄梅锻炼了8个月，啊，五祖给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明白了，开悟了。开悟的样子是什么？那就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的样子是什么？他说5句话20个字。啊，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没有想到自信，这就明白了，见到性了。性是怎么样的？本自清净，没有染污。六道众生哪个没有染污？现在六道众生染污到极处了，到极限啊！那是妄心阿赖耶的染污，莫那的染污，自信没染污，这个我们要相信，这是真心，真心不染污。啊，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要学什么呢？用真心，不要用妄心，就是用清净心，不要用染污心。啊，要在境界里去练练功学习，不受外面境界染污，不受外头境界影响。境界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好的境界等于零。不好的境界也等于零，别人真啊，不要放在心上，这就是不受的干扰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是自性般若智慧啊，清清楚楚啊，不放在心上，就清净。啊，第二句告诉我们，本不生灭，不生不灭，这真的了，自信真的。啊，物质现象有生有灭，人有生老病死，动物也如是，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有成住坏空，说明了整个宇宙的一切法物质现象都是有生有灭的啊，物质有生灭，阿赖耶的相分，阿赖耶的境界相不是真的啊。第三句说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整个宇宙，具足一切法界，所以整个宇宙一切诸佛刹土无量无边的一切法是自性变现，自性所现的啊，自性什么都没有，能现一切法，所现的这一切法都是生灭法，不是真的啊，自信的本体不是物质环境，也不是精神环境，它没有念头。啊，它什么样子呢？一片光明。所以净土宗教它说长期光净土。华严经上称长期光就是大光明藏。啊，体是一片光明，在哪里？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啊，你要离开体，离开体没有现象，一定要依靠这个体，相才能生。啊，但是这个体根本不染，它没有染着，所以它是清净。
虽然现万象，它不染着。那我们要用真心，就从这个地方下手。啊，我们面对这六尘境界，不可以把六尘境界放在心上，这就相应了。这个跟自信相应，常常跟自信相应，就有豁然开悟的机会。啊，看什么都放在心上，听到的也放在心上。啊，六根力接触六尘境界，通通放在心上，这个心就染污了，严重染污。啊，不放在心上就对了，那叫真修行呢。所以佛不叫我们到外面求，外头没有东西，自信本自具足，向内求，不向外求。向内求是真的，求到真的，向外全是虚妄。啊，这都不能不知道。啊，能大师第四句，本无动摇，不动。你看这个地球最近，这一个月，全世界的地震发多少次？有些地方，一个地方，一天地震20多次。这从来没有的现象。啊，自信本无动摇，说明说自信本定。为什么要修定？自信本定，所以要修定。定就是真心，定就生智慧，定就消业障，定就超越三界，妙极了。所以84000法门修什么？就是修定啊。啊，净宗法门是妙极了，就用一句佛号修定啊，叫你专注在这个佛号上，除佛号之外，其他的统统都放下啊。像海鲜老和尚92年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念真空了啊。他念到什么境界，我们从他一生行医当中就观察，他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的境界跟慧能大师平等的啊。慧能大师从禅就入门，他从念佛入门啊。他能成就，说明我们每个人都能成就，只要老实念啊。本无动摇非常重要啊，这四句都是介绍自信的体现，幕后一句是自信的起用，能生万法。宇宙从哪来的？不是神造的，是自信变现的。自信怎么变现？随着念头变现。所以说一切法从心想生，想什么现什么，想天堂现天堂，想地狱现地狱。现在人想什么？想地狱，念念跟地狱都相应，所以把这个社会变成地狱。不能不知道，佛法不是假的。啊，他们想地狱，我们想天堂，好啊。我们境界就不一样啊。想地狱，地狱境界现前；想天堂，天堂境界现前。
啊，想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现前。啊，所以万法是自性生的，是自性现的，万法就是自性，自性就是万法摆在我面前，你都要认识啊，事情就好办了啊，认识他是自性，再遇到善人诸佛菩萨恭恭敬敬的，好啊，我们跟他学习，遇到恶人，恶人也是自性别性，只是一个觉悟，一个迷惑，我们通通了解，我们对他的心是一个心，真诚恭敬，对佛如此，对无间地狱众生也如是。啊，为什么？他本来是佛，只是现在迷了，迷得太重了。啊，造这么多恶业现的境界，地狱境界是他自己不善的业变现出来的。那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善业变现出来的，一点都不奇怪呀。善与善相应。我与我相应的啊，我们必须把它搞清楚搞明白慢慢就觉悟了，觉悟的方法很多，不是一个方法，八万四千无量无边啊，哪个方法只要你用得妥当用得到，都能救。宗门的例子很多，开悟不是定法，没有定法，啊，但是与定有关系，定越深缘就越殊胜，就是机会就多，不定什么机会给你碰到了，一下豁然大悟，啊，这些我们在祖师大德传记里面可以读到，可以能体会到，啊，他功夫将要成就时遇到缘啊，或是人家说一句话，或是看到飞花落叶啊，看到这个天气变化就突然开悟了，这定功啊，所以住大乘者住是心的，心要住在大乘，大乘是大心量，心量小了不行啊！我常常劝人，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起心动念都要想着整个地球啊，不能想局部，局部解决不了问题，只有把问题搞得更差啊，今天地球上的毛病总的根源就这一个，心量太小，自私自利，人人都自私自利，就发生冲突，就发生矛盾，就有斗争，就有战争啊，战争斗争能不能解决问题？解决不了问题，尤其现在这个时代，如果战争引发为核武战争，整个地球毁灭了。
啊，头脑清醒的人不会干这个事情，迷惑颠倒就很有可能。啊，所以住大乘的人一定是求一切智，求佛智，求自然智，求无私智，求如来之见，如来的身力，四种无所谓。啊，这都是如来。在日常生活当中展现出教化众生。啊，特殊的智慧显示在大能大德啊，帮助众生觉悟，帮助众生回头，帮助众生得定，帮助众生开悟啊。所以名是怜悯，念就是慈，名念就是慈悲啊。啊，要令一切众生得安乐，利益天人，度脱一切，这叫大乘。我们要有这样的心，存这样的心，有这样的愿望，认真努力，随缘随分，不勉强，有缘就做，没有缘也不必去制造缘因缘啊，没有这个必要啊，完全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这样能保住自己的清净平等觉，不被外面环境干扰，不妨碍你往生。我们今天真的要求往生，头一等大事，没有比这个事情更大，做再多的事业也不能障碍往生，障碍往生就错了。啊，下面念老又引用十二门论，这是三论宗的奠基啊。十二门论也有说大乘摩诃延者，摩诃延就是大乘啊，梵语称摩诃延，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大乘。说于二乘为上，二乘是声闻缘觉啊，摩诃延在声闻缘觉之上，故名大乘。诸佛最大啊，佛就是乘这个法门呢，能知啊，能至佛地，他能成佛，能度众生啊，所以叫大啊。对众生呢，又能灭除众生大苦，大苦就是六道轮回，就是十法界啊，特别是六道，六道里面的三恶道佛告诉我们都是真话，贪心动过鬼，嗔恚是地狱，愚痴是畜生，贪嗔痴
谁能够不造？古时候人造的少，为什么？从小读圣贤书，能守规矩，大人能给孩子们做榜样。从小他看在眼里，学在心里，他能守得住，不贪不嗔不痴啊，不傲慢不怀疑。那现在这个世界，我们仔细观察，到哪里去找一个人贪嗔痴慢疑这五种烦恼都没有的，几乎是找不到啊。不但世法里都找不到啊，佛门里头也找不到。那么人都造这个业，业有果报，果报就会现前啊，现前的时候这叫花报，堕落到三恶道是果报，花报是什么？灾难呢？啊，贪心所感的水灾，水灾最严重的海啸，现在这个地球上常有。啊，嗔恨火灾啊，前几天报道加拿大的大火，遇到这个灾难十几万人，很严重啊。啊，包括这天气变热，这都是有火，火山爆发，温度上升，与这个都有关系。啊，预知风灾，龙卷风，啊，风暴，傲慢所感应的地震。怀疑感应的山崩，我们叫土石流，地陷，大地突然陷下去。这佛在经上都讲啊，啊，如果我们这边居住之人贪嗔痴慢疑轻，就不会有这个灾难啊，如果严重，这些东西就会出现。道理是什么？佛讲得清楚，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想贪嗔痴慢疑，就是想灾难；想贪嗔痴，就是想三恶道。我们常常提醒大家，希望把念头端正过来啊，不应该想的别去想啊，特别是现在人对古圣先贤的怀疑啊，认为古时候没有科学啊，古时候没有今天的物质文明，今天人超过古人，
古人都比不上众，现在人。但是你细心去读读历史啊，你读读些过去这些文人留下来的艺术作品，甚至于小说、戏剧，那里头都有很大的启示，说明什么？说明古时候人很幸福啊，物质生活缺乏一点没关系，有爱心的人很多，肯帮助的人很多，啊，也就是喜欢，修善断恶，积功累德的人懂，也都懂得。啊，现在虽然科技不断在发展，人怎么样？贵而不安，富而不乐，这种富贵你愿意要吗？我相信你不愿意要啊，那是受罪呀！啊，精神、体质，天天在受折磨。你看，现在，饮食都没有安全感，啊，假的太多了。现在人没有道德。啊，连药都有假的，假药那什么谋财害命啊！你要了人家财，还要人家的命。现在人干这种事情，啊，死了以后堕地狱，他不相信有地狱，他不相信有来生，什么都敢干。啊，死了以后他就知道了，那来不及了。我们有遇到啊，啊，这感应真快啊！啊，死了是第四天，第三天、第四天就托梦，就附体来求忏悔。啊，活的时候造作罪业不知道，死了时候就知道了。这个罪业带他到无间地狱，麻烦可大了，不容易出来啊。佛法里头告诉我们，杀人生命最小，破人发生慧命最大。那破人家发生慧命的，就是障碍人学佛。啊，学佛，他真有缘具足，真的遇到净宗，他这一生就永远脱离轮回了。你说这功德多大？等于是你帮助一个人在极乐世界就做佛去了，大功德了，没有比这功德更大的啊！你想尽方法障碍他，
破坏它，啊，让他对佛法没信心，让他放弃学佛，放弃求往生。这个麻烦可大了。我们不能不知道。啊，这下面是诸佛大人，这个大人也可以称是佛，也能称法身菩萨。啊，他们修学这个法门，这法门叫大乘。啊，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是大乘，这不是小乘。啊，而且这是非常快速，一生就成就的，不必经历多生多世，一生成就。啊，真正能灭除众生的大苦，无量劫搞六道轮回。如果不是这个法门，这一生当中没有办法超越六道轮回，求升天没问题，求脱轮回难了，太难了。这底下还有一句话，说又以此身能尽一切诸法遍谛，故名为大。这一句话说得很重，大乘心，大乘的缘，大乘的心，你要是都遇到了，净宗法门不但是能尽大乘诸法遍谛，而且它是圆满的，究竟圆满。诸位认真去读黄念祖老居士最后留下了这个遗嘱，报恩他进修结要，报恩他啊，很多同学费了很长的时间把它整理成一本书啊，还有一个录音带，从头到尾把它念了一遍，有声书。这一本书分量不大，他把佛法圆圆满满的介绍给大家，稀有难逢。啊，这一本小册子可以说是黄念祖老居士给我们讲的认识佛法，认识佛教，佛教是什么，佛法是什么，你仔细读这一本就够了。这里头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雅全包了，都在里头啊，而且修行很简单，每天花上半个小时就够了，32拜啊，早晚功课都用它。
一生不缺，你决定的生净土。啊，他的老师夏莲居老居士留给我们这是无量寿经的汇集本，无量功德。他老人家的这一篇报恩谈，功德不亚于无量寿经的汇集。啊，这是他一生修学的心得报告，说得很详细。啊，末法时期修净土，有这两样够了。无量寿经把道理、事实真相讲清楚、讲明白了。啊，报恩塔把佛门里头所有八万四千法门，啊，大乘、小乘，啊，各个宗派、贤教、密教，全都介绍出来，你都知道了。然后放下万缘，死心塌地，信愿持名求生净土，你的一生圆满成就了，这叫大了。又宝积经第28这里头有一句经文，诸佛如来正正正觉所行之道，必称名为大乘。啊，这也是解释叫大乘。啊，是诸佛如来正真正觉。正觉里头还加一个正，还加一个正。在今天谁真的有？不是没有。啊，那我们看到的夏莲居老居士真的在这部经上看到，华念祖老居士真的在他的注解里面看到，在进修捷要里头看到，还有一个海贤老和尚真的，我们从老和尚一生的行仪上看到啊，他真的是大彻大悟，没有说法了。为什么不说？师父教他。你看他出家剃头的，20岁，剃完了，师父教他传道法，就教他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就念了92年。还有一句话很重要，明白了不能说，不能乱说，就不能说。明白的是什么？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看师父了不起，师父就晓得这个徒弟不是凡人，识字不识字没关系，要什么？老实、听话、正干。这是古圣先贤留给我们后世的，是真话，不是假话。任何一个人，只要你能够把这六个字做到，你就有成就。啊，凡事不能成就，都是不老实。都是不听话，不肯正干，
啊，海鲜老师这个啊，而且他这个进步几乎我们都能看得出来，功夫成片，这是第一个阶段，不出25岁，一般3年啊，22、23岁的时候就能得到啊，事业心不乱，我相信不超过30岁，理业心不乱，应该40左右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跟慧能大师就拼了啊，穆罕默德也是如此，也是大彻大悟啊。出生的时代不一样，出生的地点不一样，那个地方人的文化水平不一样，所以度化众生的方法不一样。原理原则是一个啊，佛佛道道展开来，所有一切宗教道都是同，没有相违背啊。基督教人如果是真干认真学习，将来升天堂。念阿弥陀佛的人心愿持名，将来升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你看到那个升天堂的人在那边，你们会问你怎么来了啊，极乐世界人，你怎么到极乐世界来了？那边的人，你怎么到天堂来了？原来是一个地方啊，不同的名称呢、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请要讲清楚，要讲明白。宗教与宗教没有矛盾，没有抵触，原来是一家，不要再拉信徒。他信那个好，他到那里去，我也到那边去，咱们一样的。啊，我们坐的不是同一辆车，但是到达是一个目的地，有什么好争的？啊，真错了啊！所以宗教应该要团结，要回归教育，要互相学习啊！宗教真正团结啊，再不拉信徒了，完全都明白了啊！每一个教都好，经典好，修行方法好，老师也好，信徒也好啊，没有一样不好，要尊重。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要用清净平等觉来看待啊，将来到达的目的地是一个。那么住大乘者这一句话，即常住于如是大乘法中之人，常存此心，常行此道，为世间同学们做一个好朋友，海鲜老师为我们这一代人做出学佛人的好朋友
啊，他老实念佛，又给念佛人做一个好榜样。在这个时代，心量要大，要能包容，要能吃苦。是不是真吃苦呢？外面人看到是真吃苦，内行人看到他得大自在，法喜充满。啊，老和尚得大自在啊！你看多少跟他认识的人都称赞，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所，老和尚都是欢欢喜喜，那都是非常快乐。这就是有受用啊，法喜充满了，常生欢喜心啊。孔老夫子的不亦乐乎，他得到了，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表现在处事待人接物。幕后四句话是黄念老的这一段总结：当知是人，绝非凡小，他不是凡夫，他不是小乘，虽是肉身也名菩萨。你要看到这个人，这人就是菩萨。啊，那么这是解释这一句诸大乘者，我们要学啊，清净心我们要学。底下说清净心无依无垢，净心之心也啊，前面说了，这就不再多说。怀疑心不清净，有疑，疑是严重烦恼，贪嗔痴慢疑，五大烦恼啊。疑怎么办？好好学经教，经教就是帮助你断疑生信的啊。附近没有道场，没有善友，不要紧，读经啊，《无量寿经》一天念20遍，念上半年一年，疑就断掉了啊。垢是染污啊，疑是从里面生的障碍，垢是外来的啊，被环境染污，眼被色染污，耳被音声染污啊，鼻被香染污，舌被味染污啊。换句话说，六根在六尘境界修行，修什么行？不受染污，就是说看得清楚，听得清楚，闻得清楚，尝得清楚，样样都清楚，这是般若智慧，真知其现性，决定不放在心上。心怎么样呢？没有起心，没动念，好，你就解脱了，你就成佛了。啊，还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也不错，你是菩萨。啊，再努力，再精进，
再上一层楼。啊，最怕的是点点滴滴通通放在心上，那这个人就苦了，心被染污啊，染污说他心不自在，他心不安他忧虑很多，牵挂很多啊，样样都放不下，静心得不到，往生有障碍，往生需要静心啊，怎样才能不疑？金刚经上一句话就把你解决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还有什么好疑？顺境善缘是虚妄，逆境恶缘也是虚妄，这真正能认识清楚都放下了，没事，天下本无事，真的容人自扰之，中阿含第四十页也有清净心，净脱淫怒痴，就是贪嗔痴啊，贪嗔痴里头最麻烦的是淫，啊，这是三恶道的业因。成就于三明，这三个断了，真的从清净心里头搬出去了，心里头没有淫怒痴。啊，这就是戒定慧也，就成就了戒定慧，戒圆满了，定圆满了，慧也圆满了。啊，如是清净心，功德难思。这话真的，清净心的功德不可思议。啊，为什么？心地清净，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迷惑，生智慧，啊，生清净心，生智慧心，生功德心，啊，功德是利益自己，利益众生，这功德。啊，淫怒痴的反面就是戒定慧，故设佛佛赞品曰，这是本经啊，后面第一品，乃至能发一念尽性，随愿皆生也，你求往生是极乐世界，要抓住这一点呢、啊。啊，无逆施恶，临命终时能够抓住这一句，也能往生。啊，以如上之清净心，归向无量寿佛，故愿以清净心向无量寿。这句话重要，真信佛，真念佛，
啊，清净心里头只有无量寿佛、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能放，放就染污了。啊，什么都不能放，时时刻刻要记住这句话。那么我们念佛求生净土，没有一个不成就啊，将来个个都能得往生。所以今天把修行修什么都说清楚说明白，清净平等就修成啊，用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在处事待人接物，无论是顺境是逆境，是善缘是恶缘，通通是清净平等觉。染着就不清净，分别执着就不平等，那就迷了，那就是凡夫了。功夫就在此地，非常明显。啊，见色闻声，六根在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这两句话。不起心不动念是佛功德圆满，不分别不执着是菩萨跟阿罗汉，阿罗汉不执着，菩萨不分别，佛不起心不动念，功夫全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对六尘境界当中去练呢，这叫真修啊！啊，后面这一段乃至生念讲到究竟处，乃至者，从多向少而言，如云下至，如上至信愿持名归向净土，下至仅得生念相续，宜定生彼国。这净宗太殊胜了，这还得了啊！我们要相信，不能怀疑，怀疑就错了，我们的机会就错过了。啊，决定不怀疑，句句话我们都信得过。一个人生活工作再忙，抽不出时间念佛，啊，环境障碍他，不许他念佛，我们就用这个方法善念，善念有很多种。这个地方也有介绍啊，后面有介绍。这十念包括呢平时与灵时，灵时是在临命终的时候，平时就日常生活当中每天
祖师大德很慈悲啊，对那些业障重的工作生活都得不到自在，都受别人控制的，就很难去教给你十念法啊。十念法这里的第二段，慈云大师教我们以十口气，一口气加一念，不论多少句佛号，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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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一口气加一念，念十口气，早晨起来洗过脸漱口之后有佛像对着佛像，没有佛像面向西方，念十句佛号，晚上在睡觉之前也念十句，养成习惯没有中断，一生不中断。临命终时决定得生生念有很多种，也有人是一生一句叫一念，十句也行我过去在新加坡跟回教接触很多交了不少回教的朋友，他们一天五次礼拜，无论在什么时候，终点一到，他什么都放下，马上面对麦加这个方向就礼拜很简单，几分钟就做完了，一天五次，一次不缺。所以回教能够团结成这么大的一个力量，这个方法是主要原因。只要是回教徒，一天五次礼拜不能缺少，无论干什么事情，时间一到就放下，就做礼拜。这方法好啊，念念的没有离开真主。所以在一切宗教里头，最团结的就是回教我当时就想用这个方法念佛我推行那个念佛的方法，一天九次，比他还多四次我们这九次是怎么念法呢？就是念十句阿弥陀佛，比他更简单。念十声阿弥陀佛，早晨起来一次，晚上睡觉一次，两次早晚三餐饭三次这就五次。工作上午上班，上班之前念十声佛号再开始工作，工作完了之后下班了也念十句佛号才离开那么上班下班上午两次，下午也两次，一共九次。有很多同学照这个方法做，打电话告诉我，遇到我很有效，很能摄心他可以一天九次不中断每天这样念法好。
啊，最重要的就是叫我们心中念念有佛，不能离佛太久。啊，你这个念佛时间，心里有佛的时间长啊，啊，用这个方法有效果。啊，在这个新加坡，啊，在马来西亚，用这个方法很多，在美国、加拿大也不少人用这个方法。啊，那么这个身念，包括平时与灵时。啊，下面说，至于平时身念，也有两种。啊，第一种，如前面所引的《弥勒法文经》中佛说的身念，不杂即思，乃菩萨念，而非凡夫念。这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戒识是烦恼啊，就是妄想杂念，一般人很难做到，菩萨才能做到，凡夫做不到啊。那么本经所说的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身念，皆以脱尽淫怒痴之三毒，具成就三明之智德，以如是之心啊而持佛名号，如是念佛功德难思，以此为因，在临终正念现前，定得往生，但此乃菩萨之身念。我们凡夫做不到啊！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下一堂课我们还是接着这一段啊，我们怎么样努力把这个念佛法门，实在讲我们最合适的还是进修皆有啊，相信大多数同学早晨提早半个钟点起来，晚上啊早一点睡觉，以进修皆要的方法来修，它里头有礼拜，一次就一拜，一拜里头三声佛号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一拜里头三声佛号，它有观想啊，记录的经文让你心里面念着经文，心里面作观，效果很殊胜啊。那么这些黄念老的讲解讲得很透彻，如果常常听能够记住，会有很大的帮助啊！我们相信这真正是宝啊，不容易 啊这样巧妙的方法占时间不长，收效果非常殊胜，我们应当要学习。好，今天就学习到此地。